资深艺人杨秀慧凭借豪爽个性、幽默谈吐，深受网友们的喜爱。日前，他做客综艺节目时，分享了别人好心帮他忙，却越帮越忙的经历。杨秀慧透露，早前自己到南部演出时，邀请闺蜜做他路途上的旅伴，但是在表演结束后，因没来得及上厕所，只好忍着尿上车。没想到途中却遇上塞车，随后闺蜜从自己的包包里掏出塑料袋，让他到后座尿。于是杨秀慧将车子停靠在路边，接着拿了塑料袋到后座解放。杨秀慧解放完，拿起满是尿液的塑料袋时，袋子却突然破掉了，尿液直接洒出来，导致车子的后座地毯变得湿漉漉，甚至还溢到前座。杨秀慧只能忍着满车尿臭味，一路塞车回到台北。隔天，她马上把车子送到洗车场，但不管再怎么刷洗，味道还是去不掉，令她崩溃直呼：一整个月都闻到自己的尿骚味，真的是很无语啊。Bye.